云林县仑背国小当年年代都被判感染义卖燃油费，外国办的学生来卖各种各样的商品，韩国赚到的钱一部分会拿去做爱心。现在好到东南的判安尼的法通，家长同民众都懂支持，有的东西当然就卖抢抢的。学校的燃油费慢慢都很严，就班级的没朋友，嘛就好生配担了钱，也个就各式各样的美食，小朋友去太上学，很热闹咪。赶快来买关东煮啊！我们的关东煮有百叶豆腐、鱼板、黑人米线、白萝卜。因为在寒冷的冬天，在那个吃这个让大家身体暖和。对，然后我们一碗50，很好吃。还给那个大家分享是越南的法国面包，我们已经剩几条而已，因为刚来的时候那个有老师都来预购了，所以对，如果要吃的话就赶快来啦。土嫩嫩的梅园市，分里面两百股小龙的几片，感染玉米面就飞，除了的好神不晓感染下腹之外，也培养小朋友沟通含应付通的能力。你按食久的，那在菜地的好好啦，按都鱼都按都钓捞去，啊，都爱有面，一条有口的面片，爱条好色的面片吼，啊，感觉真捞去难。面里一整的问题，哦，好好已经真久无变一款活动了，这阮好做生意啦，物价真好爽，所以讲对因无进步真济。他们学会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，去做买卖。那把这个所得呢，我们最后都会捐助给仑背乡附近的慈善单位，靠自己微薄的力量，然后学会去爱别人。除了玉米面油费之外，学校嘛安排好剩菜的表演，在家中让小朋友的学习成果。因为学校难得几片人烟的话筒，吸引真多家长和民众，特别学校做普通路，去这里行动训练不妥。